去点招了。哎呀，冷死了。二伯，橘子坛，去推车。玉莹这家子，家里玉莹吗？这哪有没人说话呢？家里玉莹吗？哎呀，你说我这送个外卖送的啊？电动车没电了，我得整个三轮车给他送过来了。这还没人，这哪么弄？上床这看看。哎呀，怎么这床上躺个人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是送餐的，你出来拿一下你的外卖。你的外卖到了。哎，老公。嗯，你不是预约吃吗？啥？他叫我叫老公？哎呀，不是，我不是你老公，我是外卖的，我给你送吃的来了。哎呀，你真能啰嗦，你开门进来吧。哎呀，这是啥局了啊？这床上这么多啤酒瓶子，还让我进去，我不能进去啊，这不能是个骗局啊。哎，我不进去。这个孤男寡女的不好，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是不是那说不过去啊？嗯，你婆婆妈妈的，赶紧进来吧，外母找你山葬嘞。山葬？难道他知道我是送外卖的了，嫌我给他迟到了？可是这下雨啊，再说了，我还换两辆车子给他赶过来呢。算了，要不进去给他解释解释吧。你好，我是送外卖的。老公，你可回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哎呀，我不是你老公啊。什么？你要跟我分居？你凭什么？我对你那么好啊，你不知道进死。不是，你认错人了，我就送外卖的。好了，你外卖到了，我给你送这了，我就先走了。你敢跑？你敢跑你就完了。啊，老公，我觉得你快给我按按。我，哎呀，这哪么弄？这回头不能给我个差评，二百块钱就没有了。到时候这说我私闯民宅，我有这也说不清啊。哎呀，要不给他按按吧。去死了。我送。我下点。老公，我冷。哎呦我的妈！冷。这也没必要啊。这咋么弄啊？哎，我把这衣服脱下来给他披上去。你好好适应。哪么事事的呀？我上哪给你找睡呀？我先给你盖上了啊。老公，你色儿哪么变了呢？哎呀，你谁呀？我说我是送外卖的，你信不？我才信。送外卖，你脱衣服干什么？我真的是送外卖的，你看这我给你拿的外卖啊。不对，你肯定有想法。大姐，我能有什么想法？我真的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，你看我帽子，再看我衣裳，你别为难我了，好吧。不对，我根本就没点餐。啊？那我送错了？不对啊。会不会是那老公给你叠的呀？你等啊，我问问。
关机了？哪么就关机了呢？你倒是给我捉着被动疼啊！这个事儿不解决，被嫂给我住。不是，我还有老多事儿，我还得挣钱，我还得给别人送外卖呢。送什么外卖？送外卖？陪我下班来。啊！不行！你不下，我就给你差评。快点！妈嘞，这送个外卖，364号，个个都得精通，还得会哈句。快哈！